大家好，我是Audien Text 的 Su Chin。 首先，我是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又觉得很意外啊，因为有这个机会就是升职更加新。 尤其是现在又是 COVID-19 的时候啊，所以我觉得有这个 timing， 然后有这个机会哦，是蛮意外的啦。然后另外我是觉得要感谢一下就是大家，因为其实我在 KTP 的这两年则是受到很多人的帮助。 然后这是有他们的帮助，然后才会走到这里呀。然后所以我真是非常感谢你们。然后因为其实我之前是进来 KTP 的时候，我是只做 intern 罢了嘛。我是中途的时候，然后来转来做 permanent 的嘛。这样，之前就是做 intern 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因为知道的东西也不多，然后那个 internship period 也是很短呐，然后所以就变成。 我的 job scope 其实很 limited 罢了，然后可是我看到其他同事哦，他们又非常的忙哦，我就很好奇哦，怎么他们会这样忙，然后所以我就转做 permanent 咯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忙了，然后好奇心则是可以杀死一只猫，所以我的 sharing 就到这里罢了，非常谢谢你们的时间，拜拜。